我们去哪？去广州。广州不是赌城吗？用赌徒走，咱去广州。好多人呢，走哪边啊？这里面。广州怎么样？第一印象？又好不？绿花钱好，贵一点。耶，这是一个烂尾楼吗？感觉烂尾了呀。没有吧，还没测试。没有，这广州市中心的，怎么还有烂尾楼？这么好吗？没有，都没有那个施工的意向，看见。来了一个八年老店，感觉比较正常。吃点好东西。一块红了，小小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这什么菜？香芒椰汁糕。
放心啊。他的。这粥糯不糯？很糯很鲜呢、啊。哇，晶莹剔透。每一个都要。嗯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个虾饺，里面是虾。摸一摸你饭呢？饭表。看那只鱼，嘴巴张得好大。这也不大呀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？嘿嘿嘿。哎呦，太小了。不错呀，这个。这已经很大了。可以清蒸的。确实是因为是我不够长。